直人的咖啡，困晕了，困的，早上追剧追到了9点，看那个《墨雨云间》呢，太好看了，好久都没看到这种，就是大女主的这种爽剧报复的这种。哎呦我天，太难喝了。眼睛也肿肿的，它这个咖啡怎么一股麦子的那种烧焦麦子的味儿，苦了吧唧的。我很爱喝美式，那种我都不觉得苦，它这个怎么就是那种糊苦糊苦的感觉。哎呦天，真的不好喝。我是感觉他那个剧情很精彩，就是很久都没有看过这种剧情的了，真的很好看，反正就是你们就给我看，拜拜。